啊，乡亲啊，大家好，我就是白宇啦。啊，最近吼、哦，那诈骗集团吼、哦、很猖獗，你知无？当不当地手机内底有一挂群主来跟你介绍讲有赚钱有外好跟你笑，你拢讲骗的啦。这好康你跟你谈到，伊介绍你要做啥？然后这款问题的时阵，要赶快打这个16防诈骗电话。啊，还有为你搞啊，有时候我们举家出去的时候啊，听讲啊，咱厝里啊，唔知有发生啥物代志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甲恁官府那边甲报告一下，伊哦，就来恁家遮巡视的啦。诈骗集团！诈骗集团！你那不是啦，喂！诈骗集团！这位小姐，金钟四弟诈骗军游台湾，那来干嘛去？乡亲啊，咱即马咧讲到这啦，警察防诈骗，你增加你用的，你就是诈骗集团嘛。我是来查那边查，因为呢，诈骗军嘴正起啦。重点就是吼，亚兰姐要甲大家讲啦，过年期间吼，大家饮酒爱安啦。不能开车，唔好开车，即马让我带开淡薄啊，哈，唔好甲人家。对啊，如果你开玩笑，不开这个600-1000块的代价，你就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没错，会影响到人家整个哈家庭。再说呢，啊，诈骗军哦，中山分局关心你，祝你过个好年哦。